我们来看花莲的观光胜地七星潭，这边风景非常的好，但是这边也被国防部纳入了红色海滩之一，在今天早上也进行了操演，要来验证陆战队两栖登陆的操演成效。那军事专家也说了，七星潭其实距离空军基地包括了花莲航空站是非常的近，成为巩固花东防守的第一线，地理位置相当的重要。大型军舰停在海上，快艇逼近海滩，准备登陆，立刻被沙滩上的守军给拦截。18号上午，海军陆战队在花莲七星潭模拟敌军抢滩，实施两栖登陆操演。虽然这里的海岸线过去被认为登陆难度高，但今年被国防部列入中共可能的登陆路径，也就是红色海滩之一。七星潭距离空军加山基地只有短短10分钟的车程，离花莲航空站也只有4.5公里，军事位置相当重要。花莲的外埔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部分的滩岸适合登陆，因为那边都是沙滩。花莲跟台东都有两处机场，那一旦登陆之后呢，就可以控制花莲跟台东机场，那对于我们空军的抑制呢是有很大的助力。沙滩上插满红旗，士兵在岸边整装待发，准备应战。这是今年4月在台东知本的模拟抢滩作战。红色沙滩从全台14处增加到20处，以往都是北部地区的沙滩为主，因为地势平缓，沙滩松软。但战争变幻莫测，针对重点区域跟可能的破口，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。华视新闻张义军、张荣福、周若平，花莲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